语推组织五号在桃园市举办109年度泰雅族语朗读暖身赛，有参赛小朋友表示，透过不断练习跟自我挑战，磨练出强大的自信心。老人家们讲话聊天都是用族语嘛，然后我们就是在旁边也可以一直听一直听，然后也会越变越厉害。因为我从小就有在比这个比赛，然后比了第一次之后就觉得很有兴趣，所以就一直练下去，然后就一直比一直比一直比，学多了就可以多讲族语。以前他也都会讲族语，但现在已经流这日被日本统治之后就没有就消文化消失的，但还是要学习族语，有点紧张，但还是要练出来。练出来的时候就自信一点。小朋友们一个个克服紧张情绪，上台就拿出亮眼表现，获得评审赞许。我很肯定今天八位小朋友他们念得真的是很好哈，那特别是高中的部分，那刚好今天是三个组在同一个场地，我觉得对于这个国小跟国中的孩子是个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。这一次热身赛呢，我们除了熟练之外，那我们也加入了泽奥利还有汶水这两个方言。我们希望下一次如果我们在开这样的一个竞赛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欢迎就是宜兰的四季，那还有万大等等这些方言都能够同时来参与这样的活动。这次参赛者来自塞考利克、汶水跟泽奥利等不同方言别，一共超过40人报名，希望帮助学生熟悉比赛氛围，为正式的县市族语竞赛做最好准备。原视新闻，朱古、许嘉荣、桃园、八德采访报道。